可以领钱了吗？啊，那个钱来我这里就好。你现在在忙什么？帮我点钱呢？你那个主厨难点。开始的时间点是12月30日，每个人的资料袋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学生的账号清册，那个账号清册只有导师有，可以转账的部分就是由导师这边的权限。不用说了，好，你们今天拿到钱什么钱？人民币，拿出来秀一下。还有有利润之后，然后拿去做，不知道。好厉害，你是1000元呢，好贵啊！我笑你，400这什么鬼啊？这是400的，一支1000元呢，3500，1200，还有最后1000的，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支，有钱就可以随便挥霍吗？牛肉奇，这我不花，没钱哪成功？75，75，100块。他有100块，他如果想拿钱来贿赂，对，贿赂可乐糖吗？好，怎么了？他没有带钱啊？我又发现两个，你要买2个啊？我刚回来，他有带钱来吗？没有啊。就在我整个计划的目的之一啦，就是希望能够跟真实金融社会接轨。你把雇佣机会引进学校，你真的觉得这些全台湾这么多的小学，大家白痴不大笨蛋，赖浩伟你最强，因为这个东西违法了，违反劳基法，大家研究过不能做，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我们银行停止。